大家好，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是蔡徐宏，他帮妹妹。你们是？个性级。啊？我现在在我姐家，这个念头已经藏在我心中有三年了吧。本身就是很爱。你好。不要讲话。本身就是很爱泡温泉。你好。所以就想说来个 gap year， 许多外国人要成年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先去放空一年。那我这就是可能类似 gap week 的一种 trip， 然后明天就要开始环岛。那给大家看看我准备什么，一个手提行李袋，还有一个背包，外套就是一件机能外套，五天量的衣服，盥洗包，毛巾。还有这个，对，这边就是随身要用的东西，还有雨伞，还有延长线。那我先在我姐姐家偷电。那这次计划就是有新竹、苗栗、台中、彰化、嘉义、台南、花莲、宜兰、新北。那我们就等明天出发喽，就先睡个觉，拜拜。姐就等下去环岛了，之后就好久不见了哈。那你会想姐姐吗？姐姐要注意安全哦，姐姐要注意安全哦。三宝，你要起航了，我先把路线设定好。我前几天买的手机架，耶、yeah, ，真的夹住了。即将准备出发，有点紧张，毕竟现在又是一个人旅行。距离我上次第一个旅行是三年前的纽西兰18天，现在就跟着导航出发喽。我自己也很紧张，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完全就是没有规划，也没有找好住的地方，走一步算一步。好，出发。哦，对了，刚刚忘记讲，我是骑狗狗的环岛。那时候就想说狗狗的会不会没办法环岛，结果它已经全台有电池站。然后我现在到了第一个换电池的交换站，这边是关西的全联。现在要前往竹东，再上去尖石温泉。现在到竹东车站了，吃个东西再上山，好，查一下有什么好吃的，随便查随便吃的路线。查到一个阿朱姐水晶饺面食馆，网络上随便查，还有介绍梅干空楼饭，还蛮爱吃梅干空楼饭，所以这样子去试试看。好，吃完我们就好上路去泡温泉喽。粉香很好吃，艾文克来介绍过。直接梅干跟饭一起饺来吃。湿润口感，梅干配小花，口感变清爽。贡丸汤也太大了吧，这是一个清汤，贡丸很好吃哎，很扎实，不愧是贡丸之都。突然觉得自己一个人讲话好干扰，这几天都要一个人跟狗狗相处，要好好的跟他谈论心事。现在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就刚吃饱，有点想拉屎。我先去换电池，差不多还有半小时的车程就到尖山温泉。阿朱姐水晶饺，忘记吃她水晶饺了。正为一道彩虹，终止箱要到喽。我们到了，长这样，这边就是惠来尖石温泉度假村。哎呦，温泉很大哦，还有玩水的地方，早来去泡。不知道可不可以拍水，有点紧张。我要泡汤。汤屋吗？哎，汤屋的话就900块嘛。对。然后是。那大众池350，无限时间，无限时间到我们营业结束为止。如果我去大众池的话，那个我可以拍摄嘛？因为我想拍影片的话，那你拍摄的话不要拍到其他，不要拍你哦。那我去大众池好了。好啊。里面有置物柜吗？有，就是哦，免费的，有可以锁的，很大哎、欸。先去换衣服。耶、yeah, ，我换好衣服出来了。那因为这就是大众池嘛，所以要戴泳帽。看一下这边环境有什么好的，蒸汽式烤箱都有，这应该是冷池。这边很多40度以上的池。再来就是这边有18区，更衣跟厕所分开，更衣在这边，厕所在这边，分很多池哎、欸。还有小朋友玩的戏水区，哎、欸、呀，看起来蛮好玩的哎、欸，很多滑水道。漂亮樱花，这边很多休息区啦，贩卖机、饮水机，然后这边还可以舒压按摩，很丰富哦，这样才350块。温泉环岛第一站尖石温泉就在这边揭开了。尖石温泉它是美人汤碳酸泉，所以它没有味道，泡下去就是会让你美肤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泡呗，就这一次好了，41度的哦，很羞很羞。哎、欸，下雪想要淋浴，我已经淋浴好了，很羞。很舒服哎、欸，41度的温度。好，我要来打卡了，哦、很舒服，很爽，真的好像可以泡很久。
时的温度都一样，落在41度到43度之间，就很刚好温度。夜有包场，去游泳。我觉得这池很漂亮，因为它有小瀑布，巴厘岛的感觉。卡里马卡西什么什么，我刚刚有个感触，泡温泉就是要追求你现在身体很冷，泡下来热热的温泉的时候那种爽感，身体整个像松下来的感觉，就是这就是泡温泉的最终目的。跟你们说，这边还有温泉鱼，你看超肥超大只的，比较少鱼的地方下去看他们会过来。过来了，过来了。反正这边鱼好大只哦，超养怪的哎。哦，酥麻整个身体。哇，现在泡一个半小时哎，现在2点半，泡到4点好了。我就是可以泡温泉泡很久的，很舒服。继续哦，我泡完了，泡了2个半小时，觉得很慵懒，可以直接睡。想到等一下还要骑很长的路，就很想睡。我先去换衣服，整装再出发啊哈。可是重点是我泡完之后，我觉得我的皮肤没有到很滑润哎，这温泉到底是真的？泡完热水澡那种感觉，没有到碳酸温泉的那种咕噜咕噜的感觉，但是还是很舒服，好不好？好，先换好衣服了。来看一下它这边设备，它还有提供脱水机、琉璃台、吹风机，够强，很快就干。梳子拿到宝，还有棉花棒，还有如意跟卫生纸，还不错。泡温泉一定要补充水分，我现在超渴，我刚已经喝了2大罐，然后现在我要做一件事情，因为这个环岛就是小资环岛，而且以温泉为主题，所以我没有找住的地方，接下来就要找下榻的地方。我希望我今天是要到苗栗，明天就直接接泰安温泉，所以我现在要问谁可以住，这时候就是考验友情的时候了。然后两个都打枪，我原本问一个主动的，但是他在台北工作，我想他假日会回来，结果他没有回来。然后有个大学同学，他住竹南，他说他们家不够睡，但是他问我等一下要不要去吃饭。我说看那个会不会经过，就真的要经过，因为电池站就在竹南那边。第一天的小资环岛就要破功了，因为我怕明天临时约会遇到窘境，所以我等一下问我台中的朋友不可以让我住。喂，对啊，你方便吗？那明天见，拜拜。耶，他可以让我住，好开心，那就是解决今天的好了。哦，到现在还没找到苗栗有谁可以住，所以我很可能就先住饭店好了。然后我现在先下山去找我竹南的大学同学吃饭。是不是樱花蛮美的耶？它的樱花是那种极粉的那一种。好，要上路喽！路上看到的好可爱的樱花 7， 我到了，好像是这家满意面食馆。GoGo 楼一路骑来真的非常好骑，而且超级省电的耶。现在从竹东骑过来还有4个，不错哦。它叫 Champion， 因为它是金色，然后冠军都是金色的，所以我就叫它 Champion。你要干嘛？我在拍影片啊。可以啊。嗨，这是我大学同学，就这一间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在地人评鉴5颗星吗？该有，真的啦。刚刚下班是吗？对啊，因为了你直接来。我穷的哎，不知道有没有位置，应该有。哎、欸，在排队。你要吃什么都可以啊，10年见一次，没关系啊，真的啦。来，要什么都可以，尽量点。吃卤肉饭加饭哦，你就点炒饭，我吃一口你的炒饭。那你要喝汤吗？我要喝汤啊，那我。蛤蟆好了，所以你是韩粉哦，那么爱卤肉饭？不是哦，我是深绿哦。哎，卤肉饭来了哦，还有黄金卤肉饭的感觉。你说桃园开始哦？对啊，今天第一天，第一天就被我打枪稳住了，这样。对，你不要太浮夸哦。没有没有，它的肉肥的，肉丝炒饭。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我讨厌吃葱，可是它有葱我可以接受。而且它的肉跟虾子的料都很满。这样多少钱？60块。肉。我要睡觉，口味。它是韭菜的，不会崩溃。那你敢吃吗？然后看你崩溃的表情。可以啊。韭菜的肉。不好吃肉。不行啊，今天刚好夜市都没开，礼拜二跟礼拜六。那这边夜市呢？你不要问那么艰难的问题。是不是很难吗？很难，我还想不出来。你在问我的夜生活啊？那你的夜生活是什么？包认真，我今天整个晚上都是你，好不好？蛤蟆汤，满满的蛤蟆味。我跟大家说，他从大学开始，嘴巴旁边很爱塞食物。到现在还是10年如一，好感动。到了今天我下榻的地方，一个床位500块青年旅社，现在就进去 check in。
先要去火车站去旗顶寮，看一个景观，从来没去过的地方，一种小小冒险。各位 Luke 即将进站，到过天桥啊，到那边 B， 来，我们到旗顶哦。这里蛮适合拍恐怖片的。你来演个僵尸吧，你不是最会演僵尸。我们要去这个观景台。哦，多少天野啊，还要上山。假如说我抱上一只野狗头吧，我会直接跑掉，我先跟你讲。你跑得动吗？该不会我们到观景台吧？有那么农村吗？我们还是真的到了观景台欸，来看看它观景台可以介绍什么，就是一片乌漆嘛黑。欸，那我们可以去那个紫木隧道吗？要不要先喘一下？大大，哦，大大海啊，耶，自强号。好多家伙家。我拍到火车交接欸，那你去紫母隧道看看长什么样，记者来带你探险。你看荧幕更恐怖，会不会看到人家在埋尸体之类的？你有看过玫瑰桥？没有，就是这种感觉。真的假的？你确定我们现在要过去吗？我妈妈，我说这现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只能白天去啊？这也太暗了吧，开个手电筒。你跟我跑那么快。大力，我们很大力，他那个树洞很大力，有灯欸，里面有人啊，我在打野炮，我们还要过去吗？这边这种不舒服还要打野炮？我不知道啊，好可怕，他刚刚灯一直在晃啊，因为他刚刚真的有灯在晃，而且有沙沙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对，沙沙的声音就是很大声。看一下上面能不能看到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挠啊？不会，我也很怕，好不好？他们要是在打炮还没关系，我怕是在埋什么。好可怕哦，他会不会在看我们？感觉就是鬼、杀人犯、打炮，你选哪个几率最高？又很想要知道说到底是真的，但是又怕。真的？那就是真的有人啊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Ending 就是我们就先回竹南，因为那边太可怕了。对。那如果拍大宗词的话，如果拍影片的话，拍我自己可以吗？不行。不行啊。对。哦。